八字解读人生，风水改变命运。大家好，居士从业风水26年，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。针对八字测算、风水布局、命理分析、事业财运、手相面相、感情婚姻有独到专研见解。如果你的财运不佳、情感不顺、诸事烦心，原主可添加本居士微信266-821-35，一一帮你调节化解。记住微信266-821-35。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师傅。师傅您好。陈小姐好。是，师傅，您讲说惜福哈，才能有福，惜福的重要性到底如何？是不是也帮我们说明一下？惜福对自己很好。当我们呢是一个能够惜福的人，一定能够过这个节俭的生活，也就是说在贫穷的时候也觉得很好，那就是致富。那在有多少财富的时候，并没有啊变成一个暴发户啊，就是乱用钱。那这样子的时候呢，也不是守财奴。那惜福并不等于说我有多少东西赶快这个藏起来，存在银行里，存在银行里头，这个叫做惜福啊。真正的惜福呢，是说我的福报不自己享受，不把这个福报享完。在佛法里边讲什么，一个叫做有漏，一个叫做无漏。福报啊，一边培福种福，一边要享福的话，这个永远叫做有漏的。就像说有个杯子啊，装水，杯子的旁边或者是杯子的底下有个小孔，那你怎么倒水不会满，永远不满，倒多少它就漏掉多少。或者是呢，暂时你多倒一点的时候，好像杯子里边有水出来，有水储在那里头，但是下面滴掉了，滴滴滴滴滴，到最后没有了。那这个叫做有漏的，那有漏的福报，到最后就是没有福报。有漏的福报就是没有福，已经看到的，这就是没有福。就是像我们存银行一样的，钱一边存银行一边提，一边存银行一边提，那表示说我们在银行里的钱是非常有限的。这个等于没有钱，为什么？准备要提光，准备要提光它嘛。那如果说是你有一点福，你不提它，有一点福你不用它，那个福啊，虽然来的少，可是呢，有多少积多少，有多少积多少，有多少积多少。那有多少积多少，这是一杯水积完了，满了，我叫做福报满了，圆满成佛。福报满的时候是成佛。如何的满？这个自己不用，而把这个福分享给他人去，永远的分享给他人去，永远的分享给他人，分享给他人呢，永远自己是满的。满呢，多也满，少也满。多是多的满，少是少的满。为什么？因为自己呢，这个有多少我都是给人去，有多少都是给人去，这个就把自己的福储藏在，我们有说是藏名一富，藏富一名啊，藏富一名啊，藏在别人那里。我们这个福报呢，藏在众生之中去，藏在众生之中去呢，你一点点福也是满的，因为藏在那边没有准备要收回来，多多是满，少少是满，是的，一个是呢。一个是圆满，一个是呢暂时的满。满就是说我满足，自己心里头啊感觉到是个满足的，这个我的钱我的东西已经给人了。那自己有没有呢？自己没有，但是自己觉得很满足。像我这样的人还能够帮助人，像我这样的人还能够帮助多少人，做件好事，做这么好事，因此呢自己感觉到自己是满足的，这个时候是啊最有幸福的人。如果是守财奴，老是不给人，或者是呢不惜福，
有多少花多少，甚至于眼吃马粮，这个是很痛苦的，自己内心是空虚的，不会满足。为什么？老是觉得不够，老是钱觉得不够，今天赚100万你用掉120万，或者是今天用赚100万用掉100万等于没有钱，你用100万你准备说还有明天我还要赚100万，今天可能用了120万，你变成一个欠债的人。所以许多的人不惜福，不爱福啊，这是没有福的人。所以师父，是不是布施就是惜福最好的办法？布施这个就是培福了。哦，这是培福啊。那这个不是惜福，惜福就是说自己不浪费，自己呢不该用的不要用，不需要用的不要用，那这个呢跟需要该要想要，这个想要是相反的。嗯哼，因为我们这个媳妇比如说到了百货公司想要买东西，看一看任何东西都想要，结果是不是需要呢？不是需要的，那就不需要买了。那不买了以后这个钱呢，钱可以另外的用途，可以做别的更有意义的事。是啊，我有一个信徒啊，他看看这样也要那样要，再想一想需要的不多，想要的太多，干脆把这个钱拿回去来捐掉它，反正没有一定想要的东西。不是没有一定需要的东西，这是想要买一点什么。那现在既然觉得不要也没有关系，那我把这个钱捐掉，这就是惜福啊，这就是惜福。那可是有的人说，哎，我去百货公司啊，本来不想买什么东西，可是忽然看到一个东西好便宜耶，不买的话太可惜了，这买回去呢，这才叫这个在省钱，这他认为搞不好这样才是惜福。师傅你的看法呢？这种想法，这个商场里边那个生意人呢，就是专门想办法吊人家的胃口，是叫人家这个口袋里的钱把钱掏出来。他想尽种种办法去引诱你，觉得这个东西你应该买，把不需要的东西买回去。 你不买很可惜，其实买回去以后没有用，更可惜，就放在家里边，那钱还有用，东西买回去没有用，反而还要增加一个空间，要保存他们，来照顾他们，增加困扰。所以真正惜福的人呢，这东西就不需要。谢谢师父开示。师父说呢，惜福的人啊才是真正的有福。愿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呢，点点滴滴都能够做到惜福。也欢迎您在下集里面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。